您女主演的电视剧《天盛长歌》已经进入收官阶段，观看了这么多集的精彩内容，你最喜欢其中哪一位人物呢？范围这么大，是不是感觉有点难抉择？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缩小点。如果让你在凤之威和未知里选择，你会倾向于哪一个呢？凤之威未知。不仅小编好奇这个问题，就连饰演两位人物的演员倪妮也想知道这个答案。9月15日，小姐姐就在 INS 上抛出了这个问号，凤之威还是未知，请选择。先说说未知吧，她意识到在兰香园那个机灵的小厮可以和众位姑娘一起嬉戏打闹，无忧无虑。在清明书院虽是卧底身份，但也因此结交到了很多好朋友，利大于弊，也算不错了。即使被母亲赶出了家门，但是毕竟前妻的未知还是挺乐天的，家人安好，自己活着便是人生的快乐。而到了中后期，由未知转变成凤之威的那个小狸猫，周边还有自身的烦恼，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，前朝余孽、欺君等种种枷锁套住了他，使得凤之威不得不在夹缝中生存，拼命的活着，在失去亲人的同时，也失去了最坚固的爱情，相爱却不能相守，一纸婚约将名义和凤之威隔得太远，大概有一个国家的距离吧。总的来说，凤之威的命运比起未知来说沉重的不要太多了，一个是乐天小哥，一个成熟女强人，不知道粉丝们会做出如何适当的选择呢？有点好奇。一般情况下，很多哈尼会选择未知，因为他的悲伤没有那么大，快乐倒是挺丰富的，看着如此愉快的笑容，大家的心情也会跟着他一起上升，不断。当然不是说之微不好，这位小姐姐美丽成熟，有一种巾帼英雄的味道，即使与男子的相比也不会差到哪里去，实属女子典范。女工不行，就耍智谋照样可以把男子治得服服帖帖的。我选凤之威，然后嫁给未知。有的机灵的哈尼倒是两个都不放过，凤之威、未知都要。看了其他人的回答，大家才反应过来，好像是这么个道理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成年人都要，毕竟还是太年轻，姜还是稍微老的辣了，哈哈。但不管是凤之威还是未知，他们带给我们的震撼都非常大，魅力自然是不在话下。天盛长歌没多久就要收官了，那么在剩下的时间里，就让我们为他们狠狠的打 call 吧。小狸猫冲呀！